金门的同阿修林大嘴骨吼，讲到青岛，青岛吼，个啊，许多骨头碎人嘅问题，也系嘛个原因，因为个家庭。不过一下吼，诶，我会同乡亲朋友来分享吼一个口诀，吼，因为吼青岛嘅时节，诶，你有讲到青苔嘅部分，系因为你嘅情绪嘅控制，唔系讲情好，吼，三四年唔系调试嘅，而唔系有意图嘅，唔系讲哇，挨我骨头一个碎人嘅。其实靠你去整件嘢嘅啊，做些歌啊，做些吼赚到木卡嘅时节，知道哇，整件嘅清甜，伊已经压啲青苔嘅声音又清，嘛又吵闹吵闹，你就知道哇，我嘅情绪就变到清唔好，故说你靠你这边青苔上来讲翻，喺个青苔上冇办法控制去加高香，你靠你会有暴力嘅行为，故说建不建来讲下用白语来讲系不必。打小孩，佮汉语来讲呢，就是不必打小孩。其实做你讲不必打小人呢，不过你可以取其嘅谐音，吼，来看一下第一个，不就是唔好欠，唔好欠，哦，他亲人啊，你唔好欠，就会欠呢。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欠个时节，嘿，他亲的位安尼，体相七加一嗨，哎，体相七加，唔好欠。跳台戏，食台戏，系冇？系食苗种，哦，食苗种，哎呦，可能较冷清，系较冷清对喂，轻一点，有冇？你不必，哈，其实系目珠塞起来，对不对？闭上眼睛，哎呦，做你较冷清，较冷清，好，好，第三点。黑工真金莫翻土，大天发本假符，假符系0800078585，哎，共一百，零八零八零零零七八五八五，咩黑取谐音啦，天数矮啦，帮我帮我，哎，抢天数矮，帮我帮我，六七八五八五，安尼，哎，用称呼机吼，哦，还有声音那厉害。其实吼，男生也同重要，真正诶吼，做伊部卡，内面下虽然我感觉基本阿爸咪爱，阿爸咪照顾，搿种感觉同某男嘅肢体上诶接触冇重要，关系就会马上就变同好诶。真经，有时我好汉都唔记得呢，所以男面下就当好。系啊，你计量时候可能心情嘅情绪卡唔好嘅时间，就男面下有时候声音会撒娇，有冇？佢会晒奶啊，佢晒奶一下，你嘅心都融化了，已经融开嘅。吼，好，第五个，第五个，还要大笑。哦，笑一下，快乐啦！因为人就发现讲，当到安尼问题吼，就会挺紧张，也是无管理好自家的心情，就会原来破裂的问题。哈，我就讲吼，就希望大家讲，当然就记得，唔多快乐，唔多笑，笑当然笑健康咩？啊，咩话影响到屋企人讲心情就会较好，乜嘅事情就会转念咩？哈，按用家庭嘅气氛也好，哦，新年啲，其实吼，新年嘅自己啊。状态嘅高涨，系讲家庭嘅气氛以后，佮空前嘅家庭嘅环境，而家做啲快乐嘅啊，太寒，你讲快乐太寒，按简单，轻松要嘅系几位啊，而家用佮正确嘅学习，系正确学习，而嘅行为唔会偏差嘅时节，而嘅行为唔系我冇佮佮唔错嘅地方，这是一种相辅相成，哦，家庭嘅问题当然嘅较少，哦，故说，哈，大家来记一下，哈，不必打。死海，比大死海，唔是大死人诶，唔好见哦，情绪较唔好嘅时节，嘅木做杀起来，哦，难下死人诶，死一下诶，可能青岛嘅问题再发觉啦，也系讲青岛嘅伤害啊，做得唔会发生，哦，也系啊，同诶你嘅乡亲朋友嚟讲一下，哈，还有吼诶。除了你咧，还会分享嘅，其实迄种真经有很多嘅问题吼，应用来听书咧，吼，外地家父有请过辅导嘅考察，系冇？喺我度看到，像一下像去年啊，都按你政府统计嘅数量来讲，差唔多按半点钟左右，一只成人嘅不孕苦痛，系一系缺失嘅缺。其实就是真的有已经造成虐待的事实的，就差不多半点钟才成年嘞。我说，那你聊聊的，可能啊，都给沙皮国中爷爷又腿磨汗嘞。哇，根本你根本你大嘴过一点钟，其实一基金有六桶天发的，有六桶六只，天发过的成年啊，都去 KTV 以后，可能就有两只嘞。啊，不过啊，都
庆祝有喊的希望，个安尼事情唔冇再有诶。嗰时候有当到，我就发现做同家就伤害更多亲戚，阿妈发生咧，安就做唔必发生。一系我就工作庆祝嘅目标啦。比如说外地吼，阿秀玲根本有带来青岛嘅相片，嘅相片都系青岛嘅家父基金会，其实你都。做 video 安尼，看嘅考察啊，本安尼家庭有咋冇同样嘅学习，哈，真嘅，从爷爷系二代来嘅嘛，其实也系就系我哋发现个安尼嘅普通嘅问题，轻重要就系冇卡关系，冇卡气氛，系啊，其实安尼我哋会带件出来，我哋讲系料，其实系料都搞嘅都讲，一样地冇卡可以来讲法，阿爸一样同冇卡而讲法，当叫嘅都冇安尼，又系一只爸爸爸嘅图。佢就發現講，因為來參加我哋發通講，誒冇看完當叫冇你咁強下，哇！佢就轉去，我就清楚講，佢就轉去以後，佢就會記得，佢就可以按你想法，不一定要等你吵吵鬧鬧。真勁嘅，係，想法喺你當都可以發現有感動嘅事情。呀，像亞媽係啊，親子嘅發通啊，親子嘅互動，真勁好，行啊，行到攞杯去嗬，有安樣嘅發通，跟人老人之間嘅關係會變到卡親密。像我哋做我带家出去，其实了解有时间都冇乜想吵哦，阿爸咪冇听咯。咁过几时我哋沙皮工作人员在旁边就开始搞起，我笑，我做生意来，讲起讲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喊冷静下，让我讲，让我讲。其实做你好好贡献，现场教育啦，还是啊，你我看你做我学习当多，阿先啊，你冇搞叫那样的互相，互相来啊，你保护起家咪可以。我说吼，唔单枪啊，枪也蛮黑嘛，也系挖土嘛，从嘛。就对家长，佮可能讲，因为有单位家长，佮可能冇办法安尼谈安尼讲，啊，就只话用挖土，较简单的生发的方式，来教伊讲，唔系看出人一些想法，有时安尼可以讲，同伊聊个像电视剧，佮只话有投射哈，安尼只都提讲，佮做妈妈辛苦，佮样对细人呢，系有一些压力，像有的细人呢，佮可能用一个。发展上或医疗上，还每晚有时要啊，就做位连接像医院呢专业人员来对佮做一只帮助。我说按谈起来吼，其实我斧头嘅唔系是生意听听吼，嘅太硬系斧头，因为吼嘅生意嘅速度上快嘅时间，佢可能做得啊天数生意嘅慢慢嘅慢慢嘅一步一步吼啊来天数，希望讲佢做得啊越来越强啊健康，越来越。他有他好的成就，唔过好嘅爸爸妈妈喺个无教佢，喺无效。系，因为我哋相信讲，屋卡家庭哈，屋卡一定系四年前后嘅成长嘅地方，做亲屋土嘅太好太地方。嗰时候我哋希望讲，佢一只家庭系好嘅。嗰时候爸爸妈妈四年全部要扛下来，真嘅扛下来。因为嗬，你嘅四年系讲。有些生意真嘅好，佢较乐观，有冇？佢可能较唔系讲啊，按难去斧头。唔过系讲爸爸妈妈，你冇搞佢，有冇？佢做佢嘅爸爸妈妈，很系用嘅强硬嘅方式，同佢相啊，同佢啊，一样嘅搞佢，佢问题肯定唔会解决，唔会解决。故所以其实有千多嘅考察，唔过外地嗬啊，基本阿修炼来哦，其实有一度嘅。发通嘅宣传啊，宣传同大家分享啊，比如讲像系啊，四月份就有发通嘛啊，系，我哋家父总基金会哈，因为爱同不断的哈，一直同大家来提醒，讲一定要大家来即向下来关怀，七家四年嘞哈，我哋当年呢，西东六年做的儿童保护月，做嘛讲太搞不晓，做嘛系压着时间呢，因为四年系有儿童节，冇错，系我哋家父基金会青创业，我就会关注呀四年嘞，哈十八岁以下四年嘞，不管系生发也系骨头嘅问题，系嗰时候我哋四年28号，我哋家父基金会去年开始就讲，我哋一天我哋当年做提醒七家来关心妇科的些人嘞，做儿童保护，那是取决于2085儿童保护嘛，28做儿保哦，系啊，你老爷，因为我得做起啊，新年28，儿童保护月，好，28。你保护你来提醒自家，提醒大家，讲世界上还能有安尼个生意，我等来关心。啊，冇发生咧，大家做爱尽量冇必发生。啊，有安尼个生活好较快乐，因为我真系咧，人人快乐，家庭快乐，生活嘅问题就较少诶。用下。
乐观的、很乐观的心去看待事情，因为安生人一下做少子化咩，安生人咧做安太家做爱好好诶，系来过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。哈哈，你讲吼，你总得也总得吼贴实生人哈，做爱好好好好教生人咧啦，教生人咧做得苦啊，出体啊出体啊，小林讲嘅新年伊是办喺诶你嘅儿童保护日，其实还有轻度嘅发通胀，还有乜嘅？爱心手点系冇？哦，有啊，就同全国咧，像同到地方诶，像学校附近的点啊，也系我哋认识咧好新人，系叫做系我哋爱心手点。系新人咧，一方面系同做连，我哋讲连山诶，同到咩我哋学校老师看唔到诶，啊连山同创业做地讲伊啊附近的人家新人。有嘛问题冇？就像半夜叫我动起餐诶，唔咩都是要我叫我，还叫做同阿都做个爱心的儿宝的大使一样，爱心商店。啊，还有的生意呢，佮可能咩唔得去奈求助，还请人探诉，佮咩可以看到有安尼爱心商店，佮咩可以去讲，我需要有人来探诉我，同佮讲，佮做我同阿都联络。哎，你阿做得讲哈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做得样讲哈。嘿，对，因为阿都会服务基金嘛，系阿都服务从心理智商，也系判阿都会发通，像有得位家庭佮咩穷经济困难，系阿都咩爱同佮补出一些钱，系也希望做阿大家穷下来照顾阿你家庭啦。哇，所以哈，今半夜哈，安用个节目一点钟下来谈到诶，你个这个阿秀玲诶哈，同大家来分享谈到四月二十八系儿童保护日哦，记得话要爱心个送点啊哈，要安用个发通，希望讲你个乡亲朋友，今半夜谈到啊，秀玲阿姐老大家分享谈到诶，你做得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哦，所以希望讲诶，你个家庭啊，莫咋个有谈到诉到苦痛个声音啊，除了。安用做啲感受之外咧，嘅家庭变得很好，好气氛变得很好，好，因为社会嘅问题也做得变得很好少。吼，最尾最尾咧，节目结束之前咧，老大家讲，系讲做啲大天吧，系讲情绪都到数到苦到嘅声音，还系做啲大天吧，也轻松要哦，哈，总得很冷漠，吼，晴朗漠，还系来关心一下，吼，就系安用讲，所以根本以后，因为节目到两边咧，非常什么安理解。秀玲阿姐，这个通报电话怎么讲一摆？那个全国诶，妇幼专线113，家父诶免付费专线系0800-0700-0800。哈哈哈！你咪爱拍唔出来，叫做听个阿秀玲拍一下哦。好，今半夜咧，就是私募 Amy 个阿秀玲，谢谢安子姐，谢谢安子姐大家。好，乡亲朋友哈，希望今半夜一点钟嘅节目，本大家有意大家收喎，哈，来大家分享。希望你嘅社会做得变得很好，好。等下咧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转来啊，做人同僚。